应该是看好点了，然后要准备转移的时候，但这个位置进了防区，他不会被找个找空间找空间啊，这个位置。看谁第一个被淘汰，哎呦，这个本来自己想要在这个二号位，对蹦蹦的二号位进行一波伊比萨反打，但是毕竟像这种不知道栓狙又怎么样，等我有机会看看，至少也得等下一局。哦，有了第一个燃烧瓶上过来，直接就烧到，啊，这样位置再次受限，但是提高腾被一颗雷直接空炸，是的，他倒在了一个扶不了的位置。Kinnan 也倒了，就这种房子的话，确实你有投注物多，那你确实就是强很多。被反打了，头冲出来一波反打 ，flood， 直接命。刚那个阳台是个很好的 timing， 但是、哎呀，可惜了。喜欢移动射击嘛，错失了机会。其实命中了挺多枪的，是的，不过没有挡，本来就是。等会儿等下一波核圈吧，这一波核圈其实水域已经面积不大了。嗯，对，现在这个视野太受限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飞机弹海的这个左下反坡可以依旧慢慢一层一层推，这个也可能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因为现在山上的信息完全不知道，也没有露过枪，打法方面的话还是以稳健为主。对，但是现在在中心点的位置有最起码三到四支队伍同时想去冲，都往厕所平台去发了，就靶场西边的这个中心点厕所。哇，这个是土耳其在中间，然后英国全明星也在中间。对，被整个右下角的像什么韩国赛区和德国赛区，哦，德国赛区自己也在挨打。是的，都在被狂抽。哇，美国赛区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直接被抽干净了。来了上山了，就是这种慢节奏控制着圈边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哦，小组倒了。哦，这里是被那个印尼的全明星反打了，因为他们其实在赶那个印尼的分队。厕所的话呢，中间有很长一段过点，对对对。那另外一侧在靶场内部的两支队伍就直接打了起来，这边投掷物先解决对手。是的 ，P 票不打是出不来的。嗯，阿斯基把人头是不会吃到中国台湾代表队的一个枪线的。那印尼的这个位置直接要穿越枪线啊，往里冲。他只能往里杀了，他只能往里杀了，全面耗不起了。另外打完了，韩国赛区打赢了泰国赛区。对，那个位置，位置真的是威胁性太大，我们这是完全的一个地点，而且车好像可用的也不多了。对，这就是前面所谈到的问题，就如果和右边卡的时间比较的长，第一时间没有解决对手的话，被逼无奈，随着全收只能往左走。但是你一旦往左走之后，能抽你的位置太多了，而且是那种你不好还手，他们毕竟是以高打低，对吧？这个优势太大。这个位置太难受了，对呀、啊，这个地方应该不行了。因为印尼队刚刚扎进去以后，然后中国台湾代表队他也有了这个施展的空间，已经开，还在烟雾弹中继续扶人。这个位置凶多吉少啊。重点还是现在的战场发生在这个靶场这附近啊，在整个圈的右侧。进圈的队伍太难进了啊！土耳其在卡，然后山顶上还有越南赛区的这个枪线、哦、连续击倒，是的，这边英国赛区应该是已经是连续击倒印尼赛区三个人了，三个。Tiboni 和 Faxi 两个人操作起来了，印尼赛区现在只能藏着了，剩最后一个了。土耳其赛区准备接韩国赛区，韩国赛区一辆车拉过来三个人在坡下停住，但是屁股后面其实还有德国赛区的人对他们有威胁。哇，一颗雷倒一个，压不上去啊。对面源源不断的在给投掷物，而且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从这个侧翼找，跟土耳其挨成了邻居。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在动的是越南赛区，也要去土耳其赛区的位置，想一锅端吗？但是切入战场时间是不是有点稍微早了一点？毕竟韩国赛区这边的全明星的队伍已经 Inonix 利用载具拉位置了，现在是四个队伍的一个混战啊。 Inonix 这个侧身啊没有打掉，自己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的道具了，想倒车溜这没有机会的，自己的血量已经非常灾，再碰一下就倒了。然后侧面的队友一个补枪啊，撞倒了，想要直接上这个坡去再重新找新的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波韩国赛区打得真不错，这一局真的韧性很强，这个位置真的韧性很强。哇，他不会最后活上来，这是他们吧？这个太夸张，他是包围圈中最中心的那个队，靠烟撑了很久。
对，很有可能，因为他已经把高点的第一威胁清除掉了。是的，主要是现在本身土耳其他就只有一个人了呀。对的，本身圈边刚才东边就是阿根廷啊、德国啊，他们都在一起打，所以给了整体。啊，因为西侧这个圈型是往东刷了，所以西边要打了。中国台湾赛区和巴西赛区，巴西赛区被卡住了。对的。Sparking 他们被架在了石头前的选手已经蠢蠢欲动了，他们觉得头部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可以拉出来去进行收分。 Michael 侧面把 Silver 先击倒并淘汰，直接补啊，连续几颗子弹都落在了身上。且他自从那一波炸完点之后，除了印尼那一波、哦、对吧，然后后来被赶走。对对对对，印尼对他最威胁，但是他其实打印尼也很容易啊。结束了，哎，圈边的队伍打赢了，加上那个英国赛区的枪线，直接把中国台湾的赛区的队伍给夹掉了。是的，两边直接夹掉。那这又刚他们的想法，他们是要直接去打厕所，以逼炸翔先打一个没移掉，但是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厕所里面最后一个还在拉雷，但是这个雷一雷两响把自己给补掉了，很重要啊、嗯、因为韩国赛区本来就没多少人，对，他一共三个。那现在的话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在圈啊，完了，一步到位啊，不要犹豫啊，就是犹豫就会败北，对吧，果断就会白给，倒了，要翻车了吗？但是巴西代表队很难上这个坡啊，因为侧面厕所里面有两名队员的，两名韩国赛区代表队的队员的关系，侧面还是受到了伤害。首尔的一波出枪想要上坡去搞事情没有成功，不拔了。我觉得韩国赛区不拔掉的话，对芬兰赛区来说真的是威胁很大。对，嗯，那可能要进行一个阶段八嘛，阶段八看一下整体的位置容错。我们看阶段八，其实有烟雾弹的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操作空间的。好，韩国赛区已经被淘汰了，那接下来就是如何酝酿这个八阶段的整体布局。嗯，与此同时，独狼正在拼了命的挣扎。独狼肯定要被淘汰的，现在决赛圈还是。澳大利亚赛区、英国赛区想要把底坡的这个巴西独狼淘汰掉，然后占据整体的圈型的南边，在等澳大利亚赛区代表队。他打这种小圈，他的优势肯定是相较于另外两个队伍要少很多。他要要这个位置，对，所以他拿这个点，他要顶这个位置。是的，一个位杰克斯，底坡呢在给队友完成架枪，正面送过去的队友，还是一个踢蹦啊，还是个踢蹦。弗拉德今天的枪感非常的好，但是 Maxi 已经被掉了。对， Maxi 跳起来的一瞬间用自己的身体接到子弹，而且 Timoni 的一颗火是把这一分还补掉了。三打一打三，等火灭，等火四个人夹缝中求生存。哎，这波没秒掉，然后再没掉没掩起，是的，直接就没了。三打二的一个决赛圈，看一下车后的人能不能秀得起来。来自 NS 的双子星Degree 和 Page。 哦，三打一结束了呀，三打一了，可以恭喜了、啊、基本上被包围了。